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晚上好。大家晚上好。又到了我们今天晚祷的时间，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请前祷文。求全能的主赐给我们一个平安的夜晚和完美的结束。阿们。我们的帮助是从主的圣名而来，他是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们要向上帝认罪。全能的上帝，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承认在思想、言语和行为上和该做而未做的事上，都因自己的过错得罪了主。求主因你的圣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饶恕我们的一切过犯，使我们在新生命里侍奉你，荣耀主的圣名。阿们。愿全能的上帝赦免我们的一切罪过，并赐我们圣灵的恩赐和安慰。阿们。上帝啊，快快搭救我们。主啊，速速帮助我们。但愿荣耀归于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起初这样，现在这样，以后也这样，永无穷尽。阿们。哈利路亚。下面让我们同读诗篇第126篇。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。我们满口喜笑，满舌欢呼的时候，外邦人中就有人说，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。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我们就欢喜。耶和华呀，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，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，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，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捧回来。但愿荣耀归于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起初这样，现在这样，以后也这样，永无穷尽。阿们。耶和华呀，仍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也称为你名下的人，求你不要离开我们。感谢上帝。主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，因为你已经救赎了我。主啊，真理的上帝。主啊，保护我们，如同保护你眼中的瞳人，将我们隐藏在你翅膀的荫庇之下。求主怜悯。求基督怜悯。求主怜悯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名被尊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求父今天赐给我们，又求饶恕我们的罪，如同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拯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愿我们的呼声达到主前。我们要祈祷。主啊，求你在黑暗中做我们的亮光，更求主发大慈悲，在今夜的凶险中保佑我们。求主因你的独生圣子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世人的爱应允我们。阿们。上帝呀，你以无穷的福泽维护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和我们所过的生活，求你不分昼夜看顾那些在别人睡觉时需要工作的人，使我们永不忘记我们共同的生活有赖于彼此的互助，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阿们。下面让我们静默一段时间，为我们身边的朋友。醒时求你引导，睡时求你保护，这样我们醒时可以与基督一同守候，
睡时可以在平安里歇息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，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，是照亮外邦人的光，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。但愿荣耀归于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起初这样，现在这样，以后也这样，永无穷尽。阿们。主啊，醒时请你引导，睡时请你保护，这样我们醒时可以与基督一同守候，睡时可以在平安里歇息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们也要赞美主，感谢上帝。愿全能慈悲的上帝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赐福给我们，保守我们。阿们。大家晚安。大家晚安。